荣幸在南澳来举行这一项公益路跑活动。它的宗旨呢有三个，一个就是要我们关怀南澳的观光啊，第二个呢要发扬我们原民的文化，以及啊让我们的学童能够得到很多的照顾。这两个礼拜啊，天天都下雨哦，连续两周啊，南澳乡都是好大雨啊。陈董事长来这边办活动啊，马上雨过天晴了啊，非常高兴哦。我代表全国体育界的来参加我们这个南澳办这么有意义的沿乡的路跑，在这里非常谢谢我们陈董事长啊 ，OK 这个公司啊，每年做这公益活动。今天很开心哈，第四届我们 OK Run 在南澳哈，借由我们路跑呢，第一个当然是让大家可以身体更健康，再来是能够关怀我们偏乡的观光经济，可以让它更活络。最后面呢，当然就是我们的陪伴，在这个偏乡，我们国小的教育资源呢，可以经由我们的陪伴，让我们的学童在未来发展的过程里面呢，可以更健康、更茁壮。明年会在花莲，以后每一年大家跟着我们 OK Run 来跑遍全台湾，来去关怀我们全台湾各个偏乡角落。二一 ，OK Run 2022爱在南澳活动正式开始。交流协会是一个世界性国际妇女公益社团，我们的核心精神就是帮助全世界弱势的妇女与女孩，因为我们都非常着重教育这个区块，刚好有 OK 爱陪伴这个理念刚好互相吻合，而且呢我们这个偏乡他们的资源真的非常的匮乏，那我们今天就用 OK 路跑然后带动我们整个社团，然后一起送爱到这个偏乡学校。其实从2017年第一年从虎关的时候，那时候对我们来讲，尤其是我们偏乡地区，而且我们偏乡小学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惊喜，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更是一个最大的支持。所以这一次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四届，每一届我都有参与，然后从第一年的虎关到第二年的泰安和第三年的坚实，到现在的南澳。在这几年其实我们中心国际也对于我们各个学校有很多各方面的补助，我们的才艺团队小提琴，甚至是很多其他的活动，像90周年校庆我们中心国际更协助我们，让我们的活动办得非常的精彩，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那未来我也很期待的就是大家跟着中讯国际一起跑让大家关心我们偏乡地区的教育和孩子们我们的学习。
很喜欢公社这个文化，所以希望可以帮这个活动增加一点自己的心力，这样子。对，所以来参加志工，其实很感动哎，因为很多现场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一起玩，然后都笑得很开心，就觉得这份活动特别的有意义。我希望可以让我们可以认识偏乡的小朋友，也可以让很多人来看见这个偏乡漂亮的地方。中勋一直都很愿意去支持这些偏乡的这些原住民的环境、学校、小朋友，然后希望带动地方的经济繁荣，让台湾的更多地方的人就能够更幸福美满。好，那我首先感恩 OK Run 的这些朋友们哈，啊，单位也好，然后呢，我也希望更多的不管在任何地方的原乡的，或是我们的同胞都来支持这样的活动，今天是非常有意义。所以我牧师代表我自己的家乡，向单位这些承办的每一个人，大家的辛苦哈，敬上十分的这些敬意呀。OK， 谢谢。小朋友从一开始后都很期待这一天，不管是入宝活动，也希望说这样的活动 OK Run 可以持续的去赞助更需要的一个学校或学童或教育后，那让所有的台湾甚至全世界都看得见 OK Run 的美，爱与光华在我们社会上。谢谢。